大家好，我是晨晨。姐姐打电话给我说她家灯坏了，姐夫又不在家，姐姐一个人带着课程也没有工具，我今天来给她修一下。姐姐，姐姐，卡妹来了。你看你要卡什么？对啊，我卡你卡了个心思了。什么？姐姐，灯让我换了。灯还是换了？弟姐，是客厅里面的发电还是房间里面的发电？房间里面的灯坏掉了，你怎么？好。姐夫又不在家，昨晚上灯坏了，你姐怎么说？他放了，保证向你们学学，经常见，你给他看看。好，走。弟姐，你这个灯用几年了？怎么过年了，我们几个人晒灯看。时间长了肯定会老好发电，我先拆开看看。姐姐，你好好等着。姐姐，你那螺丝有点松动，我已经上灯了，你打开看看我看哪个一列。好。灯坏了，要重新换一盏了。晨晨，家里正好有一盏白油灯，我可拿来给你换上，你要是拿旧的拆下来。好。让我看看搁后头。好。姐姐，你那个灯是硬的，这个灯是方的，应该是口味不好使啊。你不放你到最后看的装上吗？好的，没得问题。你拿我带。因为要重新打口，我先用绝缘胶带把线头封起来。线不够，姐姐去拿插板，我把电钻拿出来准备打孔。标记一下位置，还要打四个孔。你看，你可以藏起啊，下三点姐姐啊，天。好。姐姐，把灯点个。看看你点光了，我来你封了的。好。姐姐，老师上我了，他要点十下。我看他跟我睡。姐姐，装好了。日后家里那食材几乎不在家门的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嗯，是吧？姐姐，我看。姐姐，他给哪里卡？他给谁说的？好。我去把工具收一下就可以了。
先睡觉，走了，休息一下，我去吃饭。好。